大家好，我们是新竹的 Sinsanity， 这是我们四关合在一起的整体的感觉。现在我们要说明各关的设计理念。第一关是以人体作为背景，象征未来的医疗进步，能在短时间而且有效率的状况下使疾病或外伤复原，所以这一关的速度比较快。开头头部的铁球滚动，象征着脑部渐渐的灵活运作。中间心脏部分是由 LED 灯排成的形状，象征着心跳又恢复。人体的左手部分是利用磁铁吸引，象征着骨折的手又再次复原。第二关我们是一开始以高斯枪将铁球射出，象征着未来啊，在餐厅点餐都能很快速。接着呢，铁球启动骨牌，倒下后压到雷射笔的按钮，启动雷射光，照破装有酚酞的气球。这一关颜色比较多，很像未来餐厅里面菜色很多。第三关我们是以环保的游乐园作为背景，是希望我们未来能在享受的同时也能为地球尽一份心力。纸车是象征的以后不需要燃料就可以启动。第四关我们是希望未来能借由搭乘火箭把现今的地球村变成宇宙村。好，谢谢你们设计得非常好哦。这就进行到你们第一关了。现在是利用光照照太阳能板，然后是汽车启动，由现在进入未来的换装动作，开始启动水骨牌。哇，非常顺利哦！水中的骨牌要推倒很不容易的。在我们的比赛这么多年了，很少在水中推骨牌的。上面是雷射笔。我们发现这一次的各队里面用了很多甘油跟过锰酸两个反应啊，所以这个还蛮不错的设计哈。然后车子会推动骨牌，经由轮轴转弯，然后共振再次推倒骨牌。诶，为什么倒到后面来了？气球破掉之后，小苏打粉会落入装有醋酸的量筒当中，然后从火山的孔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反应。也就是一个酸盐反应会产生二氧化碳。接下来气球会从箱子里面掉下来，会被蒸汽破。然后这是双氧水加碘化钾的反应。对，然后我们在上面有写字，有梦最美。好，所以结束了你们的整个关卡设计咯。好，我们非常谢谢竹中竹女的连队，谢谢你们。Thank you.